China's national holiday is often described as Golden September, Silver October. It's also a popular season for Chinese couples to tie the knot. Nearly 12.5 million Chinese couples got married in 2010,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hat's 2% more than in 2009. Meanwhile, the cost of a wedding is increasing. The Shanghai Wedding Expo reported that in 2011, Shanghai couples are spending an average more than 120,000 yuan on their wedding. The cost includes a ceremony, honeymoon, and dinner party among other expenses. However, it does not include buying houses and cars, whic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ly consider necessary for building a family. While some spend tens of thousands of yuan to get married, others choose to spend only 9 yuan, all that's needed to get a marriage certificate. That trend is known among younger Chinese as naked marriage. Getting married without buying houses and cars or even holding a ceremony. These young couples who choose naked marriage cannot afford houses and cars, as they're facing a high price index in China. But if we look back many years, that is nothing new. Chinese people from older generations typically got married without owning property. But why wasn't naked marriage called naked back then? How's the young generation's marriage different from the older ones? What's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Digest China invites three couples who got married in different eras to tell their naked marriage stories.1985年，1985年，那个结婚还比较简单，当时我们在湖南，两个人老家都是湖南的，我是在部队，然后请完假回去领完结婚证，就在一个湘潭电机厂，有个招待所，在大厅里头举行个婚礼，他们单位呢就还不错。赶上最后一次的经济适用房，福利分房一样的。赶上最后一次。在石富营那边入了一个小两居，就才算、哎、有了房子之后特别兴奋，啊，这刚开始可能有一两个月吧，骑着自行车累得够呛，都好像特别自豪啊，终于有家了，北京这边，有这种感觉。就是不举行仪式，没有房子，就没房子，没车也不行，就特简单的一种。男的不给女方送什么金戒是吧？那个都主要就是没房子，也不举行仪式，或者甚至都不出去玩。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啊，一心言，他就讲是裸婚，我觉得挺好的。如果是没有这些东西，你过去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或者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不也是吗？没房子，没车，两个人领个结婚证。就发点糖就结婚了。那个时候上不上裸婚呢？我，你别因为这个条件的影响，两个人不结婚。这人一辈子，我们因为到了这年龄，觉得一辈子很短。你这个好多物质的东西，你真是在结婚以后，真是次要的。所以有时候讲呢，我说婚姻就是也，你找了谁也是一个缘分。那我个人的想法呢，该结婚还是结婚，然后你要相信这个社会慢慢是往前走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因为我老是想，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的时候，你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你看未来也看不准，但又相信未来会好。我们结婚的时间是1991年的，我记得是，春天，应该是九一年的这个初春。他的父母知道我家里面农村的，你看家里面除了两顿子以外，除了几个破桌子、破柜子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他先有这个从简办的想法，然后他父母特别支持。他父母就认为婚姻它就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你们能够这个持久这个婚姻，你们两个人确实想在一块生活。确实相爱，这是最重要的。
当时他为了少让我们家里面花钱，他把青菜都买好，把牛肉，各种干菜、蔬菜，我记得大概是买的有牛肉、鱼肉，买条鱼，还买了各种各样的青菜，还有干菜，坐公共汽车，好像是那时候还下着雪，下着雪，是吧？大半天，大半天，一天了，将近一天，走了70多公里的路吧，70多公里。走了大概一天，将近一天，将近一天，八九个小时，到黄昏的时候才到了你们家。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和父母住在一块儿，一个玉米杆支的那个薄，我们农村叫薄，实际上是一个简易的墙，用那隔开，里面有任何动静，有说什么话，外面的人他都能清清楚楚的啊。我们住在里边，父母亲住在外边。但我们这一代人去看呢，就婚姻的这生命，它的永恒的价值，是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的这种基础，感情这个存在，不能把这个物质的东西和情感的东西这个位置放错了，这个物质的东西它永远不是这个第一位的。如果说我们当初把物质的东西作为第一位的，那我当时是一个穷光蛋，我什么都没有，我们绝对走不到现在。话说回来，你当时没有物质，你两个人这个情感好，那么为了既然有情感，你要对别人负责，对爱人负责，你要去承担一些责任，那么你会千方百计的，你创造你们生存的物质基础，你千方百计的你筑这个巢，不是说这个父母啊，他的父母啊，把所有的物质条件给他打好了，巢筑好了，然后爱情。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永远主张，这个情感这个东西是第一位的，物质是可以创造的。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一个是婚姻，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如果说事业是这个是太阳的话呢，婚姻它就是月亮。如果说你那么只有太阳，那么你没有月亮，你这个人生你有多大的漏洞？多大的欠缺？再说一点，我就觉得吧，结婚以后吧，家吧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这个没有谁对谁错，爱吧，我觉得是永远是家里边的永恒的主体。我记得认识是我在刚高中毕业2006年的7月底认识的。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当初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打算认真，因为我们两个好那个网上认识的，在网上认识，聊着聊着，我们都聊了1年嘛，我觉得跟他怎么说呢，跟他聊天很舒服。我们现在都快6年了，我们就是我回老家的时候分开了几个月，其他的时间我们两个一天都没有分开过，天天都黏在一起。我是首先先在女方家那办了，因为我们农村嘛，都比较注重那个习俗，就是女方家先办完才能去才能到男方家办这个酒席啊。在女方家，我们家定的是正月12，在我们家男方家定的是农历2月18。我们办酒席就是农村习俗，就主要是在家里面摆个多少桌，然后请一些亲戚朋友，然后以前的同学那些在一起聚聚，热闹热闹就行了。我觉得我们还是算裸婚的，因为结婚嘛要很多的开销，但是我们现在他也刚刚才毕业，然后我的文化水平又不是很高，所以我们挣的工资呢就很有限，我们不可能跟人家比。你看我们至少我们现在要结婚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房，也还没有像别人说没有新房，没有说结完婚了去哪里寻呀、度蜜月呀什么的。最基本的是我们两个连酒席啊都会办得很少。
还打算就那么请个几桌领个证就行了，毕竟条件不是那么允许，我们也不希望父母太辛苦为了我们的婚事，所以呢就简单一点吧。我好想在北京有房，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每个月下来还买不到一瓶卫生间，三份工作加起来的工资买不到北京的，怎么说呢，一瓶米，太贵了。我想是有这么打算的，我现在主要先做上好班吧，先在家里面买好房子，至少这那边家里面先稳定了，至少让老人家他们先过得好一点，自己嘛毕竟还年轻，还有的奋斗是吧。等以后如果经济真的能允许，我肯定一定会在北京买房的，毕竟在这边那么多年了，对这边也有感情。没有关系，现在只是暂时的，我觉得要两个人过得好，老公我不会说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就说现在我们两个人走下来，首先什么也没有，他既然能愿意跟着我，肯定能一定要带给他幸福啊！就算自己再辛苦也得去打份工，不管赚多少钱，至少能让他过得开心，过得实在，让他有安全感，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虽然我们现在赚的钱不多，但是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就算哪怕以后开一个小小的超市，或者开一个什么餐厅啊，就那种小饭馆什么的，我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很满足，我对他很有信心。我也是，我是老婆，相信我一定能给你带来幸福的。而且我们都上了三分班，上了三分班，每天好辛苦的工作，只想着下班两个人一起吃顿饭，回家聊聊天说说话什么的，第二天还是一样精神抖擞的继续奋斗，为了我们的房子，为了我们的将来。